大家好，我是爱原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原神 4.8 卡池爆料来了。草叶蓝吊箱是技能情报，第二期混池妮露纳维亚复刻，原神 4.8 卡池确定，新五星吊箱师第二期混池开启，钟离夜兰复刻， 4.8 海岛剧情皮肤首爆。随着 4.7 卡池的即将到来，三位全新的角色克洛琳德、西格文、塞索斯将会登场。除了新角色的加入， 4.7 卡池的复刻角色也备受关注。虽然横跳了几个版本，但水神弗宁娜和艾尔海森依旧在 4.7 卡池中复刻，这也是玩家们最期待的角色之一。想要抽取水神的小伙伴们可以提前准备原石了。不过 4.8 卡池的消息却让玩家们有些失望。据舅舅们爆料，4月8日卡池的新五星角色只有一位，那就是调香师。调香师是一位五星草系成女角色，草系属性已经实锤，并且和燃烧相关。之前 4.6 星增的圣遗物疑似调香师的专属圣遗物，虽然五星角色的期待有些落空，但4月7日卡池中的其他角色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。而 4.6 星圣遗物是调香师的话，那么大概率有可能是后台，不是主 C 角色。不过具体还得看后续的相关消息才能确定。复刻角色的话，则是之前提到的纳维亚、莱欧斯利。首先就是各位小伙伴们比较关心的 4.8 卡池的相关消息了。根据舅舅的最新爆料， 4.8 卡池的复刻角色据说又发生了反转。之前 4.7 卡池复刻的水神貌似也被延期到了 4.8 卡池，另外两位复刻角色的话大概率是纳维亚、妮露了。同时新五星角色调香师也会在 4.8 登场，夸版本信息并不保真，小伙伴们需理性看待。有关于调香师，根据舅舅们目前爆料的最新消息来看，是五星草系成女角色，机制应该和燃烧沾边，但单看燃烧套的话，调香师是主 C 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。当然也有可能是异化燃烧，像妮露那样，或者半 C 半辅，但不排除是不是草行秋或者草叶蓝。毕竟调香师的相关消息比较少，定位机制方面啥的并没有确定。而在后续的 4.8 版本中，据说还会有两款角色新皮肤的上线。目前说法最多的两位角色就是启凉凉、妮露这两位，以及第二期混池的开放大概率会在 4.8 卡池。近期有关 4.8 版本的信息多了起来，一起来了解下吧。首先是卡池方面， 4.8 确定会有新五星角色入池，也就是之前就泄露过设计稿的调香师艾梅莉埃，是位忧郁紫色成女。看她的台词与别人评价，应该不是俏皮，而是低调的性格。模型大概就是丽莎换皮，参考丽莎改改帽子之类的。 4.8 活动他并不出场，传说任务已经确定要在 4.8 上线了。他的剧情瞄了一会儿，感觉还挺好玩的，会四处采各种花，字面意思。除此之外，要复刻的角色分别是纳梅亚、妮露和闲云。因为 4.8 三款新皮肤是给到了妮露、纳梅亚和启凉凉，剧情也会有这三位女角色。三款新皮肤为童话风格， 4.8 会让大家提前了解下有关内塔地图。内塔有些地方不适合老老实实踩着地走，甚至有的地方滑翔落地前就会被高热量而烫掉生命值，用闲云或者闪冰会相对方便很多，所以闲云的复刻也是为了配合纳塔地图来卖一部角色。 4.8 活动剧透，玩家在剧情中可以骑内塔龙 NPC， 但是不确定以后会不会有骑龙的玩法。闪冰获得伙伴杜林，杜林可以变成小宠物附身，如果有闪冰的邀请，别的角色也可以骑乘杜林，比如纳西达和玩家。魔女会成员能力，预知未来、改变未来、观察轮回。有玩家调侃说骑龙还不够，得加变身张翅膀，然后随身跟随宠物才能吸引玩家。 4.8 会开第二期混池，西海已经买榜失败，等下一个混池吧。公子不在里约混池，申鹤暂时不在双卡池，也不在混池。萧宝作为每次海灯节才会复刻的角色，对策划来说意义重大，所以也不在其中。据说七七、克勤、甘与胡桃这四位是稳了，剩下两位可能是钟离、夜兰。为了也是照顾即将入坑内塔版本的萌新玩家，暗若水 5W 血400爆伤算，西格文 7W 一喷，一个大招100万左右，配置如下：6加 E 西格文，夜兰万叶弗宁娜，具体数值如下：倍率 24%， 增伤 35%， 夜兰 40%，
幻夜 50% 福报伤190加弱水 88， 减抗风套 40%， 西格纹 35%， 光是数值这一块已经差不多能和水龙王媲美了。重点是西格纹并不是一个正统的主 C 角色，灵令辅助满命才是主 C， 可见现在的机制上越来越离谱了，一个辅助都可以媲美强势主 C 强度。